上视频我们单刷了近期的 BOSS 豺狼，这个视频我们来开水星的结合点。水星结合点一共有三个结合点任务，如何完成？前面的几集视频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翻看。水星结合点的守护者是 Rhino 魅影，我们使用近战武器的阵地重击，很容易的就可以击败它。完成任务后会奖励我们罗丁步枪的蓝图、快速充能光环 mod 和简化 mod， 以及1000回收金属，还有孵化器能量核心。系列任务库珀取得任务和悲剧的开端也可以开始做了。简化 mod 可以提高我们的技能效率，减少我们使用技能时所需要的能量数量。大家拿到后还请升级马后尽快的装备上。如果你的内容核心不足，可以去飞船的 mod 控制台那里，在标签页中选择重复 mod 页面，选择一些你不需要的重复的 mod， 然后将它们分解成内容核心